欢迎回来，我们的卡比今天来玩惊奇乐园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有没有藏东西啊？这后面有小鸭鸭耶。跟着我走，是不是要带他们回家啊？我找到两只哦，哦，有五只是吗？哦，有什么东西？哎呦，蛋糕、冰淇淋。来，我带你回去，跟我来。我检查一下，应该还有小鸭鸭在附近吧？上面看到你了，来。那只兔子哦，哎呦，售票亭，哎呦。哎呦！哇塞，这什么啦？我坐车车哦。哎呦，你不乖，打你！哎呦，小星星哎！哦，锤子！哇，我先不要过去，旁边好像还有路哎。等一下，这边好像可以过去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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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好险，好险没走。哎，有时间限制。哎呦！哎，好黏哦，这个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啊！
变身，哦，冲啊冲啊！哦，还可以这样子啊！哦，哦吼！哎呦，撞到！哎呦！哎，没打到。刚才有一个没有按到，我们再试一试啊。Go go！ 哎、欸，我又错过了，回来是按左边啊，这次应该不会再错过了吧？哈哈哈哈，不过说实在还蛮好玩的啦，我打他们会被发现吗？不会哦，来追我，来追我啊！我要抢第一个。哎、欸，按到了，碎啦！只是没有拿到金币而已啦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我们救他。不去哦。哦，鸡腿。
他、啊，我跟你说。哈哈哈哈，是什么？变身啊，水球哦，它可以喷水啊，哦，它可以清理地板。八个枯萎的花。看一下，下面是不是还有？没了没了，没有没有，应该在上面。哇，垂直设计图。它变小了。好像是喷水池啊，这里。哇！
瓜鸟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火箭顶端的美景。赛道够哎，走去玩赛道。哇，好可爱的小车！哎呦，踩到，耶，过关！哇，金牌是不是？哦，时间如果没有拿捏好的话，可能就获得不了我们的村民啦。看看这里还有什么东东啊？还有重来的地方哎，他们在排队。哦，炸弹人。哦，他可以这样子机器耶。这有什么？哎呦，它连在一起。哦，彩蛋，扭蛋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哎呦呦呦呦，掉下去了。哦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！啊啊啊！
画设计图，庞大利剑。赛车啦！哇，这是50秒哦 ！Go！ 甩尾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，撞到！过关！哎呀，差了一点啊，差了一点，我不相信啊！我要救我的村民啊！不择手段，有没有？哎呀呀呀呀！为了金币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里可以过去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哎呀，还是一样啊！刚才失误了，所以没有拿到第一名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时间很多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Go！ 可它还是有一些小路可以过去，有没有？这里是可以过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哇，它可以直接过来啦！哎、欸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过去了，哎呀，哎，所以我们刚才如果没有失误的话，第一名是一定可以拿到的，对不对？看来我们要继续，我们继续啊，继续！
go go！ 金币也不拿了啦。哦，刚好耶，赞哦，玩了四次。所以他一定要抄近路才有机会救到他。哇，还是少一只啊！哇，还是少一只啊！糟糕了。亮亮的，这有蝴蝶，它都会藏在一些奇怪的地方。20秒内，这有点难哦。惊吓鬼屋哎！调查是什么？金币啊！哎呦，隐藏的宝藏之路！哎呦，变晚上了，可以出来是不是？哎呦！先从这里开始吧，惊吓鬼屋。哎呦！我了，哎，挡住，挡住，挡住！我就知道你想干嘛啦！
哎呦！是什么？我可以照亮啊！太阳能。是个电梯耶，这个。哎呦，干什么啦？要吓人家哦。觉得水是会掉下去哎、欸，哎呦，出来！我要他！Yes！ 有人过来了！哎呦！看着他！哎呦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这可以过去，那这中间应该有路吧？哎呦，扭蛋！哎，我看到。尽量电池。哎呦哎呦，掉下去！哎呦，不要抓我！我开电的话，他会发现我，然后不开就没事了。这是要丢东西是不是？丢啊，奇怪！打到了！哦呦，出来了！但是是什么？小鸟吗？然后呢？它飞去哪里了？
哎呦呦呦呦！感觉附近有人哦。啊，我错过两个，好哦。看起来像是一张图哎、欸，哎呦，倒下来了！哎呦喂呀！我被压扁了。蛋糕。一张图，不能碰到幽灵黑刺球、哦。哦，旋转木马。
阴森森的。开灯了，开灯了。哎呦，好欢乐的感觉啊！哎呦哎呦，它会掉下来啊！哎呀！鸭鸭，哎呀，还好没事啊。可以打他是不是？哎呦，卧不单行啊！哎呦！还有0.5哦，糟糕！我看他是不是有什么路可以过啊？这边应该是可以跳过来。哎、欸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再来一次吧。哎、欸，取消就不见了。发现这边可以下去耶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看看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这样子的。这样就过了嘛。
哇，这样我还是少一只哦。哎呦，起来是不能回头啊！卷风设计图，没有踩到泥巴，这应该要过关才知道吧。
哎呀，打魔王了。危险的马戏团表演哦！要选哪一个呢？双枪侠还是炮弹先生？拿炮弹好了。哎呦，鱼爪爆！哎呦，冲过来了！一波哎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，我崩了他，他要跳过来了吗？哎哎哎哎哎！啊，他的东西可以拿起来用。消失了，消失了，哪边？哎呦！看这个好了，攻击力有点低哦。哎呦！
发疯了他，他射飞镖。射不到我的啦，是卡比呢。哎呦喂呀，卡住了哦。来射射射射，哎呦喂呀，没中。哎呀，最后一滴血过关了，可以把它吃掉吗？设计图，探险队击中柱子上的卡洛琳哦，所以他是可以打下来的。哇，这是竞技场是不是？哦，又有新的彩蛋了。什么东西抓走了？哎呦！竞技场也有魔王，嗯，好多新能力耶，你去升级一下好了。哇，我还有盾牌哎，身上有盾牌。哎呦，哇哦，后坐力很大，这也升级了吗？天鹅龙卷风。哇！
这要两个。耶、yeah, ，好酷哦！我们去看一下新的扭蛋要多少钱好了。转动。哎呦！哎，我看一下哈，我们的目前第一个呢还少一些些哦，收藏的。哦哦哦。还蛮多的耶，这要花多少钱啊？这我再慢慢的收集好了，收集完再跟大家分享。呜呼！呜呼！这得上来耶。展望台，好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的星之卡比先到这边，那我们下一集呢会继续的往下走咯，先这样子，各位感谢收看，别忘了按赞哦，先这样子，拜拜。